불켜总有那么一瞬间，你会思考这些在你眼前发生的一切是不是都是真实存在。什么？总有那么一瞬间，你会摇摆不定，究竟要选择相对论还是量子力学？不让你去，比劝你啊！假设多重宇宙确实存在，在这里蹲下，在那里站起，在这里难过，在那里大笑，在这里是人，在那里是……どういうことか教えろよ。AXN 的亚洲多重宇宙，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的星期六晚上，让你穿越到不同的宇宙中，遇见各种不同的可能性。なるほど。